明指漫天飞舞，烟雾弹强袭，也跨破骏马蛇龙的高墙。劳基修法从二毒到三毒，仅仅花上半个小时。不管你是在环运上、富运上，或者是农运上，这些所号称的进步立委，结果到现在都只变成了民进党的橡皮图章。院外劳团顶着低温抗议，台湾醒汉新篇章，院内立委却吹着冷气，半梦半醒，按下表决铃。七休一松绑，最高可是四休二，加班上线上休，工时间隔缩短至八小时，加班何时计算？种种伤害劳权的决议，政府却两手一摊，要劳工自己睁大眼睛。这个每一个劳工都可能发生这种问题，事关自己的权益啊！我想他们应该都很清楚吧。那立法院已经三读通过劳动基准法的修法，而且天气已经转晴。赖清德讲的云淡风轻，但广大劳工的权益由晴转阴雨，网友纷纷挖出过去蔡总统说的漂亮话，惊喜对照。那我觉得总统，不论伊是虾米人，那一个总统，和咱的人民爱上街头，在这么寒的所在徛这么久，这个总统应该要感到羞愧。蔡英文立即上岸！蔡英文立即上岸！是自打嘴巴还是日久见人心？2013年官场劳工卧轨，2018年的小英总统却成为逼人再度卧轨的推手。混蛋聊人多也被清大学生指控成为巨马蛇龙的一部分。劳基法修法让掌权者现形，当年的羞愧说每个字都还给自己。这张良长宇轩台报道。